residents of Hougang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selamat datang. Terima kasih atas kehadiran anda. Please allow me to begin in Chinese. Hougang的居民, 大家好! 不管是周末, 还是像今天, 星期四, 平常的工作日, 不管是在这个操场上, 还是在后港的街头上, 太阳下, 星星下, 还是像星期二的大雨下, 我都能感受到你们对我们的期望，你们给我们的鼓励，谢谢大家。补选就要结束了。 我看这次补选呢，发言最多的是张志贤副总理。我本来奇怪，看法这么多。 为什么不派他来后港当候选人呢？后来我听他解释，我想我明白了。不不，他解释了。 可能他还不算是行动党的最佳人选。副总理说，工人党不诚实，因为在一些议题上，他的立场改变了，立场变了，是哪一个党的立场变了？ 是谁？本来说新盖的政府组数目充裕，然后又说不够，需要盖更多，是谁？是谁？本来说政府医院里头病床数目充裕，后来又说不够。 需要盖更多，是谁？是哪一个党？本来说政府不该补贴巴士的票价，然后又说政府应该出钱买巴士来帮助补贴票价。 老实说，改变立场不见得是坏事。尤其是政府，政府能反省、能认错，不是坏事。可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政府上一次反省认错是什么时候？是上次大选。为什么是在选举的时候才认错、才反省？
平时太忙了，选举的时候可以专心的、清楚的听到民意，听到选民的声音。所以后港的居民请想想，这一次补选透过你的一票要告诉政府什么。是要告诉政府朝去年大选以后的大方向继续的转变，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关心和处理大家居住、交通、医疗、就业、生活费用各方面的议题，好不好？还是你要用你的一票跟政府说，够了够了，做得差不多了，可以收工了。希望投票时大家慎重考虑，请把你宝贵的一票投给工人党，投给方荣发，让他在国会里、选区里能够替大家服务。Hougang, 哇啦！